雀刀门传奇好看，主打一个反差萌。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好吗？9月6号，最近有一部喜剧很火啊，雀刀门传奇啊，就是赵本山及其众徒弟联手演绎的这么一部喜剧武侠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已经播完了，我觉得播完了电视剧来评论挺好，因为它已经有这个盖棺论定了啊，不会存在什么烂尾啊，最后评分急剧下坠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个剧呢，它里头没有流量明星啊，所以这个打分呢相对真实。现在豆瓣的评分最后收在了8.1分，挺高的，这个也是挺惊喜的，说明这个剧本身品质还不错，因为它里面不存在这个粉圈控评啊这些问题。这个剧我现在是在很多人的推荐之下前天开始看的，现在看到了10集左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还没看这个剧的朋友，我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个剧很多人都说这是个什么类型的剧，我觉得很难定义它的风格，你只能定义它是赵本山类型的电视剧，或者是你把它定义成辽宁省民间艺术团的电视剧，或者定义成刘老根大舞台类型的电视剧。这种风格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只此一家啊！之前有刘老根，有这个乡村爱情什么的啊，但是那个乡村爱情都拍到第15了，我一看吓死人了啊！好像每年都在拍，但是确实招式时老啊，就没有新意了，评分也越来越低。那这次呢，干脆换了个背景啊，整个改头换面拍了一个古装武侠剧，哎，你别说，还挺有惊喜的。当然啊，内核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这个刘老根大舞台的风格，但是放到了这个武侠的这个背景下啊，就出现了很多反差萌。哎，这个剧主打就是一个反差萌。其实喜剧主打就是反差，之前我也介绍过，说周星驰的喜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反差，各种各样的反差，哎，制造出喜剧的效果啊。比如说你看你是个草根，哎，最后你可以扮猪吃老虎，其实你很强，你有特异功能。比如说你看着是个很强的高手，哎，一露脸，其实啪一下摔那儿，让人一招给干死，反差产生效果。周星驰的作品里面很多都是采用这种方式，那这个赵本山这部《雀刀门》呢，主要走的也是这种方式。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这个武侠都是那种啊帅气啊，然后服装精致啊，仙气飘飘，飞天遁地，哎，那种感觉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啊，男的帅，女的靓，凄美的爱情挽歌，哎，都是这种。但是到这儿我就给你玩反差啊，就像那个周星驰的《大内密探008》里头啊。这个四大高手决战紫禁之巅，哎，到那儿一看，四大高手长得这个，哎，都很丑啊。然后人家还说了呢，恶搞了一下啊，为什么大侠就要是帅哥呢？没错，为什么大侠就要是帅哥呢？所以《雀刀门》啊，颠覆了你以往所有的大侠形象啊。这个赵本山演这个西门大侠就是个猥琐老头啊，他哥啊是个高手，哎，他替他哥当雀刀门的这个掌门人，哎，其实他啥也不会，他是个厨子啊。然后各种对白里面的包袱，哎，那就是完全是赵本山春节小品的风格啊，宋小宝小品的风格，然后这个宋小峰啊、文松啊他们小品的风格。每一集哎不长，20多分钟，就像在看一个小品一样，很搞笑，我觉得是非常下饭的一个剧啊，这个轻轻松松一集就过去了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风格非常的好。而且他不经意间有很多小包袱啊，就把我逗得够呛。那天有一集啊，给这个公公报信儿，上来一句啊，日本扶桑的威震天大将军，我当时就绷不住了，噗就乐出来了啊，威震天大将军，变形金刚都拿进来了。所以他这个剧里头处处用这种反差啊，就是你以前印象里的高手是什么样，哎，我就不给你什么样啊，你以前印象里的这个女侠是什么样，哎，我就给你弄了脸上一个大痦子啊。然后谁说这个武林高手都是年轻人，高手竟是老头老太太啊。再一个，为什么好看？它恢复了喜剧的本质，讽刺啊！喜剧的本质就是讽刺，所以我看很多推销这个、营销这个剧的内容也是说的，赵本山把这个娱乐圈各种乱象讽刺了一个遍。确实，它里面有很多讽刺的点啊，比如说宋小宝演的这个假大师啊，这个上来就被拆穿了啊，所有的这个反差啊，也来自于所有的这个喜剧效果也来自于这种讽刺的反差啊。你看似道貌岸然，其实你根本就是个假的啊。然后把娱乐圈的各种乱象，哎，我放到这个古装戏里头。很多就合理了，因为你要拍个时装戏可能还不好过审呢，哎，这样的话就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就表达出来。喜剧的本质还真的就是讽刺，不管是小品还是相声啊，还是电视剧都是如此啊。武侠情景喜剧的巅峰武林外传走的也是因为在里面有各种各样针砭时弊的地方啊，让大家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成为这类电视剧的天花板。这部剧虽然没有达到武林外传那样的高度，它比这个拍了15部的这个，它比拍了15部这个乡村爱情啊什么的啊要好得多。而且这部剧的武打设计，专门有一个这个武术冠军的导演叫吴迪啊，然后也请了这个香港的团队过来，武打设计的还挺有范儿啊。就是你看这一帮这个平时很照相的演员啊，突然一本正经的在那儿给你武打，本身也是反差萌，也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啊。而然后它还不是情景剧，它有大量的外景。
所以看着还是蛮舒服的啊。难得有这么一部类型剧啊，赵本山这个团队拿出来的东西确实有他自己的特色。这年头电视剧一年几百部啊，你想在众多的电视剧里面脱颖而出啊，又不悄默声息的泯然众人，你是需要有个人的特色的，很重要啊。武侠剧里面他绝对是最逗的啊，然后在这个喜剧里面啊，他又一本正经的给你搞了很多这个动作戏，所以蛮有意思的啊，各种各样的反差啊，看起来挺有新意啊。然后几个主要的演员，像这个宋晓峰啊、宋小宝啊、文松啊，就赵本山的这些徒弟们啊，都很有意思啊。文松这次不娘了啊，但是我总觉得他动不动就要刺激，就那个劲儿就要出来，也挺有意思的啊。看他们几个就跟看小品一样，挺开心，欢欢乐乐啊，很有特色啊，动不动还讽刺一下这个，讽刺一下那个，我喜欢这样的风格啊。没看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剧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剧就跟赵本山那些春晚小品一样，宋小宝那些春晚小品一样，可以反复播放啊，用来下饭，挺好啊，推荐一下，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